Hello, this is my vlog. 这个是小明的早饭。哇，这是我的这个牛油果，然后烟熏的这个三文鱼，还有鸡蛋。哇哦，看看这个。这点刺激好吗？刺激。嘿。哎，我们要开车，我们要车吧。哈哈，好开心。Hi, can I get a? How many get a small burrito? How many burrito? Not a minute, like a regular burrito and a small meal. Regular burrito, meal, what kind of burrito?这儿，然后付钱。这是自助洗车的地方。只有差不多两分钟，一分钟。这是比较温柔的一个小水。这是下一个洗里面的。你好，我们会越来越好的。越来越好的。越来越好。我们去给这个我们的 Baymax 登记，拿到了号码，然后再等。好吧，这个 Baymax 你是我们的了啊，好好的啊。我们现在吃一个越南的小吃，然后这是两个，就是米皮儿卷。我要的是鸡肉的，然后他要的是牛肉的。越南米粉，然后他要的是一个这个汉堡，就是板面，不是汉堡包。这个一起是$25，差不多还可以。我们现在开着 Baymax 来了一个小的海边，这个比较近。跑步吧，一二三，跑步。小明正在说，哎呀，这种地方就是小菜小 case， 但是我觉得很好玩啊，因为这个不深，所以没有特别害怕。小明找到了他的这个睡袋，我说我可以睡到车里，如果这个处理不干净的话。下面说这个是很有名的一个桥，什么桥 ？Story Bridge。我们来了这家 BCF， 刚从上面看一下，它都是钓鱼，然后野营的这些东西，很全，然后帐篷啊这些都有。这些都是那个小冰箱一样。哇，这个好贵啊，因为我已经被这个蚊子要咬死了，所以必须要买一些驱蚊的东西。 Are you living here? 这是野外，这个可以家里用，应该是做 barbecue 的。这里全是帐篷。哇， so big， 这很大吧，我的妈呀，这个像两室一厅一样，我的妈呀！多少钱这个？我们刚刚在那个 Bunnings 买了一个，6块钱。啊，这是做饭的一些工具。做饭还比是做 cooking 饭。提
铁锅，铁锅炖大鹅。什么？The radio, siren, tuning, charge USB, power, can also... 去野营的这个计划提前了，因为我们朋友家的猫尿在了我们床上，所以很臭。现在先来 Kmart 去买一些东西。Kmart 像一个小的这个宜家一样，然后它很多这个居家的东西都有，而且很便宜。还有这些衣服啊、鞋啊什么的，买的那个睡衣还是挺好的，在这儿。然后，有很多这个很舒服的面料。看他们竟然有卖这种法兰绒睡衣，他们冬天会穿成这个样子吗？这些塑料的这些，20块。往哪里塞？对，抱抱。可以啊，12块钱这个。好了，看一下买了这几样东西，然后花了不到52澳元。现在来这个 COS 这个超市买一些零食，还有水。买这个可以那个烧烤玉米，这2.5块今天。这个同志他说他必须要买的就是培根和鸡蛋。对，买了培根。明天早上，早上吃。好的，买到了这个很大很大的棉花糖，可以烤。这是6块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8个还可以哦。妈呀，他买的那个水。这是刚刚买的一些零食，还有一些烧烤和这个火锅都可以用的东西，还有水，花了37刀。我每次都要自己带袋子，这样比较环保，少用一些塑料袋。哇，这里闻起来好香呀！我们要去这家这个亚洲超市商店，它是韩国小哥哥开的。嗯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哇，这个是鱼饼，还卖一些很新鲜的菜，然后还很便宜。买了2个蔬菜，然后这肉，然后还有这个鱼饼的串，花了多少钱？花了22块4毛4。现在来这个买酒的地方啦，哈哈。什么？我带了我的护照，呵呵。4.5块一大袋冰，可以拿一个箱子。好吧 ，Good job。然后有很多东西在后面，还有后备箱。我们要去野营啦 ，camping。1:58。Yes。去这个地方，1个小时，2个小时左右。哇，这车是装马的车。没有马，空的吧。有牛，黑色的牛。现在是4:14，我们已经到这个，差不多到了。这个小小的好可爱呀，没关系 ，We can hug each other, cuddle together。看他们的帐篷，有一点冷，有点冷啊，还好，还可以，好可爱，好可爱，有没有？好可爱的小帐篷呀，有天窗吧？哎 ，You stand there so funny 。
是加汤，等会儿加汤的东西。我们吃什么？吃火锅。吃火锅。这是火锅汤。辣的吧？辣的。小羊对吧？小肥羊。小肥羊汤。在这儿我们睡觉，你看不见吧？他们看不见。嗯，太黑了。这是，哇，我的妈呀！对，过来，哇，香不香？我的妈呀，终于吃火锅了啊！好香啊！你看这个，来，趁早把它，趁早把它。看一下这，黄志和，哦，这是我们的肉。我们的冰块还没有化，哇哦！我的鱼饼串儿，你在哪儿，本本？哎，好 ，cool， 我们吃吧。哇，太香了吧，香不香？我们在吃火锅。吃火锅，在森林里面，干杯吧，彭颖！干杯吧，我的本班！嘿嘿，小心啊！嚯！哇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！嘿嘿嘿。这个少年 ，Are you okay? Okay, enough. 4:27，因为现在下雨，然后一晚上都在下，我们必须打包东西，然后打包到车里。然后这个地方是一个公共做饭的地方，什么都有，然后热水壶也有，面包机，这很多东西都湿掉了，因为我们买的这个帐篷很便宜，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教训。如果出来去这种森林里面，10有8 9晚上都会下雨，然后像这种季节的话，所以最好还是要买这个靠谱一点的帐篷。好了，这个鸡蛋。我们打包的太及时了。哇，快看！哇，我的天哪！真的，这个 like the Monkey King， 你知道吧？这是两个老鹰哎。太阳出来了。哇，这有彩虹，你看到了，好大的彩虹。现在又开始下雨，下着小雨，我们到这个
光仁碑，就是拜伦湾是吗？哇，小明又露出了他的美腿，因为他穿的是睡裤。好吧，我们就在这儿看一下吧。哇，他们玩的，他们都去冲浪了，我的天。这孩子湿了。我的妈呀，这很大吧。开了一路，辛苦了。